你们住在一起了？啊。哦。佳怡姐，这个时候江南家门口肯定好多记者，你确定要去吗？嗯，但是江南已经宣布他有女朋友了。没看到全程都是那个许多成在主动吗？还当众亲他。江南那么做呀，都是为了要气我。他迈出了第一步，那第二步自然该由我来迈。他确实变化挺大的，不过没关系。昨天公开了一个女朋友，明天再公开单身就好了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那几个偷拍的记者，我正好需要他们。你怎么来了？没事就不能来看看你吗？那你看到了？你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没这个必要吧。我有话跟你说。是谁啊？顾佳怡。饭做好了啊？正坐着呢。你们住在一起了？啊。江南，你真的变了很多。总有人和我说我变了，从没有人问过我为什么。你也看到了，我不想我女朋友误会。你请回吧。你们为什么要分手啊？你们当年多登对啊，疑难恋可是我们南瓜们的意难平呢。疑难？嗯，我还杂症呢。快做你的饭去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我们走。好的，姐。这张拍得好啊。哎呦，忙着呢。包大人，这么巧。瞧瞧瞧瞧。也差不多下班了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坐坐坐坐。坐会儿坐会儿。你看我都偷懒过来陪你们聊会儿天儿，合适吗？哎，你看这事儿，包大人，你就别拿我们开玩笑了。怎么能是开玩笑呢？大家都是打工的，都不容易。我跟你说，我对你们是既理解又尊重，对不对？不能白来，我给你们报个小料，回去好交差。这么多菜都是你做的？嗯，我家冰箱有这么多东西啊？你家冰箱的东西啊，还不少呢。你这让我做饭，你又不吃，我不得考虑一下我的身材啊！你做的也太丰盛了。你不是说你健身不用忌口的吗？那也是要上跑步机跑掉的。不吃拉倒。大不了一会儿多跑会儿。
只有一个，我志在必得。十二个鸡翅，结果全都是你吃了，我只吃了三个。吃一口算一口的话，三个给你都浪费了。你是偶像，你要控制饮食，不然会长胖的。鸡翅是灵感，吃了才能写出歌。对不起啊，你先擦擦，都怪你做的太好吃了，这次做的太少了，下次多做点。算。不跟你计较，你也吃饱喝足了，我也该回家了。你等等，又怎么了？许多成，我说你用脑子好好想想，狗仔有多难缠，你知道吧？现在外面肯定很多狗仔，顾佳怡刚走，你又走。如果你不怕他们知道你家在哪的话，请便。那我也不能不回家呀。总之，出了事，合同解除。那30万也要还给我。嗯。哎，你，别擦了，一会儿给你找件新的衣服穿。喂，爸。啊，我今天晚上睡可亲家，就不回家了。别别别，你不用让妈妈接电话了，你们两个早点休息啊，我挂了，拜拜。你说谎都不会脸红吗？那个今天晚上我睡哪儿啊？你给我指定个地儿。我屋。你想干嘛？我是指屋里有帐篷，自己拿。谁在屋里睡帐篷呀？大晚上什么恐怖奇怪的声音？干嘛呢这是？你干嘛？吓我一跳！你干嘛呢？还吓我一跳呢！我在练功啊，八部金刚功。啊？什么邪功？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养生功，你这样打断我很不好。生活的。